负一全自动旋转机头零等待缝纫机皮革。整机采用七轴四幅驱动， X 向使用滚珠丝杠传动， Y 向使用钢丝同步皮带传动，保证机器缝制的高精度。可根据不同缝制需求更换各种压脚配置，以达到理想缝制效果。垂直升降式机头，机头升降100毫米，换框方便，利于跨步缝纫。可 A、B 框独立工作，也可合并成一个大框工作。采用台板支撑结构，确保机器高速运转下产品的平整度、准确度。最高转速3000帧每分钟，皮革材料推荐缝纫速度800到2000帧每分钟。负一自主研发全新三型电脑控制系统，确保整机的高精度运行。适用汽车座椅、汽车安全气囊、汽车内饰、家具、船舶、航空等后料缝纫。